对吗？那么关于 Python 去操作 circle 以及 circle 的基本用法，其实到现在它基本都搞定了。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个东西，叫做 circle 注入。百度一下 circle 注入，今天中午你回去百度一下，什么叫做 circle 注入？就是 circle 语言里边你不好好写，你的数据库就被人盗了。你不好好写，我没有用你的密码，我依然登录你的账户，这就叫做 circle 注入。同学们，我给大家演示一个道理，你就懂了。我接下来有个需求啊，注意听，我有个需求，copy 03 circle 注入 ，YAML 04。我接下来干一件事情，什么呢？我再做一个功能，叫做根据你想要查的商品的名字，你去查商品去。老板，我来买个东西啊，你说你想买什么？我想买笔记本儿。你把笔记本输上进去之后，请问我有我就告诉你，我没有我是不是拉倒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就做一个功能，你让用户去输用户想要查的东西，你根据用户输的东西呢，到数据库里查就行了。好了，添加一个新功能，来 YYP WWW 换成这个我，然后呢，根据名字查询一个商品啊，根据名字查询一个商品。好了，第五个，那么既然有的话。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应该加个功能啊？选择它 Y，然后 P 复制，过去粘贴，然后我，那么这是查询啊，这个根据名字查询商品。好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比方说 get info by name，起变量名、函数名，同学们，你不要觉得啊，动作这么长了呀，宁愿长也得怎么的呢？追求可读性，你听懂意思了吗？那要是短一点的话，来短一点哈，来，够短了吧？你请给我表达一下 GIBN 是什么意思？你这不就疯了吗？所以说，同学们，我的建议是宁愿咱们多一点，咱们也要让它的可读性增强，听懂了吧？好了，get info by name，那么咱们得有这个方法喽。好了，在这个地方啊，if get info by name，它是一个实例方法，self。那既然要查数据库嘛，肯定是用了 self 嘛，对吧？好了，那这个地方同学们，咱们是不是应该是第一步，请输入要查询的商品的名字，OK，让它输。那么比方说 find 下划线 name，find name 写上了，那接下来干啥？circle 等于啊，一二三，一二三，先写上。接下来就是 s 就是 self 点 curse 点 x。cute，接下来执行这个 circle 语句，因为你是怎么着，同学们，咱们想想，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查询呀、啊？其实查询的话，咱们还需要写这个了吧？是不是用上面那个？是不是就重复利用了吧？self 点 execute circle，把咱们的 circle 语句是不是扔进去？是不是它就执行了呀？好了，看看，那么查询商品，那就是 select 星 from goods，然后 where 什么？Where name 等于我写一对单也好，行不行？行啊，也行，写一对双引号也行。来写什么呢？%S。来，同学们，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百分这个 find name？没错吧？你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分号，是不是可读性更高了吧？你看咱们的 circle 语句是不是往往是不是都是带着分号的吧？所以看我这个地方为了调试，为了让咱们大家看的一个现象，我呢调试一下。百分 S，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能猜得出我的意思了吧？百分 S 是不是将来拿的这个 circle 这个字符串里边的数据是不是过去替换啊？两边是不是一个箭头把它加起来了呀？箭头之间的一定是你这个东西，听清楚了啊？这就是将来测试的一个经验，不要只打百分 S，万一要是空格你就看不出来了。你用箭括号把它括起来，它一定是这中间的东西，能理解我意思吧？好了，来。保存执行啊，Python 3.04，有请。你要查什么呢？五，来查一个吧。咱先得有什么东西是吧？我查一个，比方说商品啊，没有东西。咱们先显示一下所有的商品。来，一是所有的商品。大家没发现是不是这个名字？哎，还好，咱们有个简单点的，是吧？来，咱们查老王牌电脑，来复制一下啊。来，五，查什么呢？老王牌电脑，暂停，走。大家看，是不是老王牌电脑？是不是出来了吧？你输的是对的，我就
出了结果，你说的是不对的，是不是等于没有吧？但是呢，我接下来要出一个新东西，我出一个五。我想想，我说个什么东西啊？我得确定一下啊，我看看我这里边刚刚写的什么东西。我写的是一对单引号，是吧？那就是单引号一对，写上 all， 写上一等于一，然后写上单引号。你先别管我写什么，你先看。嗯，它这个地方什么呢？出现了一个，我先看它这里边组织的是 circle 语句是什么？单引号，这个不对啊！来，我再试一下。那么我输一个五，然后我接下来输一个什么呢？输一个单引号，输上一个 all， 输上一个一，等于一，然后 all， 然后单引号的一，好了，我这么说。你先别管什么，你先看结果吧。这查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叫 circle 注入呀？写的 circle 语句明明就是来查名字的，但是你没想到，万一要是开发者将来他在写名字的时候，他就可以写一些古怪的东西，最终让你的数据直接全部干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京东的数据库如果没有防止防护 circle 注入的话，你可以以普通的角色把所有的京东的所有的人购买的所有的信息全干出来，京东一定防护了。但是咱们这个程序是没有防护，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叫 circle 注入？不小心写了个特殊的 circle 语句，最终你所有的数据全干出来。这是他，我估计很多人说为什么？看这，来，你看这个 circle 语句，你看吗？ select 星from goose where name 等于谁啊？管你等于谁，我让你不满足，我写了个什么 all， 只要有一方满足，是不是就可以啊？一等于一吗？是不是等于一啊？这百分之百啊。那然后我接下来是不是又写了个东西啊？同学们，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呢？你要注意听了啊！你要注意听了，我刚刚写的那个 circle 语句是这么组织的啊，来来来练，是 select 星 from goose 啊 ，from goose where 然后 name 等于一对单引号，哎，单引号或者一二三，咱加双引号，否则咱们看得清啊，一二，然后大家看，是不是这中间是不是一对单引号？然后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写了个百分 s？ 你注意看好了，百分 s 等等等等啊，我为了将来让它的第一个单引号配对，我首先输第一个单引号。我的这个单引号，请问将来配起来是不是和它已经配了吧？接下来我再输上一个 all 一等于一，我再输上一个 all， 又因为它还有一对，还有一个单引号在结尾吧？是不是还有一个单引号结尾啊？那我就写上一个单引号，接下来再随便写的东西，那么不就完成了让他们去配对吗？那么你条件不满足，没错，你条件不满足，没错，但是我满足呀，因为你中间是不是 all 呀？请问 all 什么特点？只要有一个不就行吗？那所以说这就叫 circle 注入。所以说同学们，你只要会了这一招，你能够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啊？只要打开一个网站，我告诉你，京东以及联通这样够大的公司了吧，这样的大公司够了吧，这样的大公司里边我告诉你一定有 circle 注入。原来有一个网站叫做乌云，你有可能也不知道，我只是跟你说 WOOYUN 现在已经被封了。被封的原因就在于被国家约谈了啊，而且逮了一百多个人全部进去了。为什么要逮人进去呢？因为这些人，我告诉你，逮的这波人都是有技术都是有水平的人，干什么呢？他们就是闲着没事，我把这个网站攻击了，我把所有的攻击流程坑坑全部截图全部截下来，然后放在这个乌云网上去晒去炫耀，你看这我一攻那个，你看我一攻那个，你看我一攻那个，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原来这个网站没被封的时候，我就进去看了看，你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circle注入。最后我就把某通啊，这个你懂了啊，某通快递公司里边所有的这个什么的订单号将近有好几万个全部拿到，里面有什么呢？收货人的地址，收货人的手机号，收发件人的信息，发件人的地址，够严重了吧？全部都有，而且人家明明告诉了你赶紧改啊，某通，你再不改，这数据被别人去窃取了。某通说，哦，不需要改，改什么？不需要改。所以说，你最终以后什么圆通呀、申通呀，还有什么通？中通呀？国通啊，国通啊，汇通，
反正对号还是用那个顺丰，其他都不行。这边来讲啊，100860移动的，100010联通的，一万电信的，以及京东、支付宝、联通以及各大 P2P 代理这个金融理财的这网站，全部都有社会主主在上面，全部都有，好多好多。最后国家说这个不行的，太危险了，对吧？你完全就是泄露这个企业的隐私嘛。最后，来来来来来，进去约谈，全部都带进去了。同学们，你要明白一点，社会主主以后不要随便用，听懂了吧？你自己的网站学术研究嘛，技术探讨嘛，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别人的网站的数据给他干出来，这就非法。现在的法律规定，只要获取个人信息50条以上，你就可以进去了。50条以上，对，而且不是一次性，是累加。你之前干这个公司干了20条，那个公司干了40条，哎，进去吧。这就是超了50条。注意了啊，千万别这么干。但是咱们用来学术研究还是可以的，听懂我意思了吧？这就叫做社考注入啊，这里边有一些我就不说了啊，自己查一查去啊。什么从根本上防止啊，根本防不住啊，这个。要是能防住，我就问你了，联通、移动它的数据都能出来，你懂吗？你购买的什么什么套餐、什么信息，你的身份证号全部都有啊，全部都有啊。所以说，同学们不要随便整啊。我最后提一句，乌云现在是被关了。但是被关之前呢，他做了很多的备份，也就是说可以百度能得到之前备份的经验的信息啊，自己百度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就点到这儿啊。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哈哈，好了，同学们，关键一点是怎么防护这个事情出现，对不对？怎么防止这个事情出现？同学们，很简单，用咱们的这个 Python 里边自带的 execute 是能够从一定角度上来去防止的。那么这个事情的防止的，就是说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核心原因就在于用户输的这个字符串偏偏和你的字符串是不是能够配得起来了吧？你要么是双引号，你要么就是单引号，反正就是个特点了吧。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select 星号 from goose where name 等于%s 的时候，你不要再自己去读字符串了，就不要自己再去拼了，你把用户输的数据放到一个列表里去。你这里边有几个%s， 你这个列表里边就需要有几个元素，听懂我意思了吧？即你这个地方放成列表或者是放成元组都可以，用户输入的那个 name 放到这里边去，你把这个列表呢放到这儿，这个列表里边有几个元素，这里边就必须有几个%s， 这是一定的。这里边的第一个等于第一个%s， 那么你只要这么多之后，即让 execute 自己去拼装那个字符串，它就防止了这件事情出现。如果你要是自己拼是做不到的，必须要让这种模块或者是这个自带的功能去拼，听懂我意思了吧？这么做就解了这个问题。好了，同学们，来言外之意是怎么解决啊？ copy 04 05啊，05这个防止 circle 注入点 py vim 05打开。那么咱们在哪个地方进行完善呢？在哪个地方呢？同学们是不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了吧？你不要自己去整这个东西了，你自己整出来的还不行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呗。怎么做的呢？你的 circle 还是等于这个什么叫做 select 星 from goose 然后 where name 等于，你连双引号你也别写了，%s 就写这个小写的%s 啊。写完它之后 self.curse.execute，然后接下来执行这个 circle， 然后呢你后面来个列表，然后把用户输入的这个叫 find name 扔到里面去，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让这个列表里边的第一个元素去填充这个 %s， execute 自己帮你填，你不用管啊，它就自动帮你填了。那么填完之后，请问同学们，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self.curse 接下来是不是往外取数据了吧？取的数据叫什么呢？叫做 fetch all，来，还是那个意思啊，同学们，咱们直接一点，我给大家直接显示了。如果这样，啥意思啊？执行这个 circle 语句，是不是执行所有的结果是不是一次性出来了吧？虽然显示有点丑，但是咱们能验证这个结果。看着，再来一遍，刀啊，不是这个了，是 Python 05。我查什么呢？那会儿我说的是什么东西了，同学们？嗯，那个。
注入的那个单引号 all 一等于一，请问同学们，我能不能写二等于二？可以吧？可以啊。all 单引号，我里边是不是随便扔点东西啊？好了，翻二一走，没了吧？就不行了呀。你接下来来个五，再来一个，比方说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老王牌。哎，这个还不能删。牌电脑。我再来一下啊。几了？五。老王牌电脑。四。五，能数得出来，就是刚刚的，因为我删了 this 数，删了 this 数，有可能是他保存了一些其他的乱的数据。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该怎么查，是不是还能查得出来了吧？你说的只要不对，他就出不来。即此时 ，circle 已经被封了。同学们啊，说到这个地方，言外之意要扩展到将来你要写的程序。circle 语句呢，是很多地方都用的 circle 语句。举个例子，我的查询，我的下一页，我的统计。以及我的注册以及我的登录全部都有可能被 circle 注入。为什么像京东这样的大网站，像这样这个100这样的大公司，它也一出然这个 circle， 就是他们的技术人员难道不过关吗？都过关。为什么呢？因为防不胜防，毕竟代码是人写的，有一些时候就确确实实那个地方忘了。你听懂我意思了吧？你有100处用到了 circle 的语句，但是呢只有那一处忘了写，然后什么呢，那些专门来研究你网站漏洞的那些人就全部都在找，那就找到一个就可以了，不要求全找到，只要找到一个，只要提全了，只要接下来把所有的数据干出来，那就可以做到脱库了就行了嘛。啊，什么叫脱库啊？把你数据库当一份下来不就叫脱库吗？把你裤子都脱了是吧？什么不知道啊？全部知道了吗？啊，这个道理啊。好的们，言为这一次，以后咱们大家切记，如果这个程序是咱们大家自己在实现的呢，你要一定要想着不要自己去拼这个字串，往往有注入，听懂了吧？举例了，我要删除一个商品 delete from 了吧，如果你要是来一个 circle 注入，是意味着啥呀？你的这个表就干了，就没了。你原来删的时候你看 delete from goods where id 等于十几了，咱那会删过一个是吧， id 等于几，咱们删的那个嘛。你如果是 where 那个 ID 等于谁， ID 等于一不符合，但是 all 一等于一，那这为啥呀？全删，那数据表就全没了，就没了。所以说要注意，听懂了啊？最后强调 circle 注入呢，对于咱们刚开始研究的人员确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引诱的成分在里边的啊。我想是吧，怎么的，请同学们要注意，整不好你就进去了。所以说你了解了解就可以了，听懂我意思吗？咱们仅仅是学术研究啊。那么关于这个 circle 注入呢，咱们已经把它融入到咱们程序里边去，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吗？那就讲到这儿啊。